好，这个讲到半岛啊，这个黄医师好像有心有戚戚焉。对，我记到现在，因为其实哈，这不是我说的，是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说的“时穷节乃现”。嗯，啊，就是说你一定要遇到一些很困难啊，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人的节操嘛？嗯，那刚刚 Vivi 讲的那个新娘的故事也是啊，她在被绊倒，而且是在最重要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场合，最丢脸的时刻，你看她的牵手，她的伴侣怎么对她，其实就是从这边可以看出她的老公真的也没什么气节，没什么人品可言，所以那个三分钟就离婚是对的，我就没有这种魄力。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印象很深刻，我自己在结婚办婚宴的时候，我们是办晚上，好，然后我有一件礼服呢，就是我自己买的，然后是比较低胸，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身材，可是竟然也是会为了婚宴要挑战自己，挑战大家。那是很多女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挑战。我今天把那张照片拿出来，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件礼服，它实在太挑战，它实在太低胸了，它实在是已经超越我人生的极限了。可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就买了它，然后要穿，说实在我订婚也穿这一件，然后我结婚的喜宴上，我想说你多租一件是浪费钱，那不然就再穿一次没关系，因为其实订婚的时候是在加拿大办，那婚宴的时候在台湾嘛，很多人没看过，我说同样一件就好了，不用再另外多花钱租。可是偏偏就是说女生哦，你只要有结婚经验的你就知道，不知道哪根筋坏掉了，会为了婚宴拼命的减肥。对，哪有每个都嘛是啦，不是只有你啦，每个都是啦。对，我是说，因为还要拍婚纱。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没有需要减肥，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人家会很注意你的 shape 或怎么样。其实人家都是在看那个菜色，没有人在看。可是你会以为大家都在看新娘，所以你真的会减肥。然后我因为比较稍微没有经验，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我后来因为忙啊，或者是再加上减肥，真的要到穿上那件礼服的，我之前没有再试穿了，问题在这边。结果我当天带的那件礼服到那个婚宴的，他不是会有一个新娘休息室，在穿上去的时候，发现一码落落呢，撑不起来，因为你瘦了，我们穿的太低了，撑不太起来了。没想到又瘦又落落，好，然后这时候呢，新蜜就是说他们也就会就是会哇这样贴的，已经又贴了胶带，然后怎么样？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件围裙啊，危险的裙子。好，然后就走，然后那个是穿着要敬酒的啊，因为觉得漂亮，然后是桃红色，然后就穿着就敬酒。结果呢，敬酒的时候，因为前夫说实在也是第一次结婚，他那天其实也很高兴。对，他高兴到就是在注意他的宾客，他其实就没注意我。然后他真的就是踩了我的裙摆，大概踩了一次、两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就瞪了他一眼。后来我的同事差一点都整个走光了。我的同事，因为他只要一踩到那个裙摆吼，那个裙子就是往下掉，会走光。我就更担心，来郑大哥，我把今天把这张照片带，就是这一件，这一件，他已经。摄影大哥，拜托一下啊。好，就是。这样子好了。好，这样。真的蛮低的。他已经很低了。对不起哦，再把它放大。可是很漂亮，还是模糊啦，很漂亮。就是说它已经很低，可是它的不是它的重点不是在上面低胸，而是在这个地方有玫瑰的花纹的这种礼服的修饰，还有它裙摆就是很浪漫的，它是那种雪纺，就是那个雪纺纱，所以它很轻，它这一踩到它整个裙子会拉下去，何况我们又已经是变瘦了，对，达到多低啊？啊，所以他没有，他只要一踩到我有一个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就觉得说这个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然后其实你踩到了，就赶快说啊，给我一个眼神，一个关怀的，不好意思，我觉得也很 OK， 对，可是没有，就是自顾自的在继续，然后下一次又再踩到，然后我就真的瞪他一眼，我瞪了他一眼之后，他的那个表情好像是。你竟敢瞪我！我操！才婚宴都还没结束，就已经开始剑拔弩张了。
对，所以我说那个见微知著，识穷节乃先，是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人在比较重要的时刻，其实他还比较会在意自己，他就如果在婚宴啦，在办喜宴的时候，他都还是以自己为优先的话，其实婚后他本来就很难以你为优先。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婚宴上的小事，因为我们都不是伟人。我们身上只会出现小事，我们不是每天在研究电灯泡怎么发明嘛？每天就只有在穿衣啊，在感受。所以其实结婚是嫁给一个。听说你在加拿大订婚的时候，妆啊，还有头发、啊、都是你自己来啊？哦，对啊，其实刚刚看到的那张照片就是在加拿大订婚的。户外的唯一一张照片。其实本来那天哦，你说妆法，我这个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会想要配合人家，因为想说哇，如果在国外办的话，已经花不少钱了，那妆法要省，好像也可以啦，我也是可以。然后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在国外找不到好的这个书画师啦，好，所以不如你就自己来，搞不好也还不错。事实上，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化妆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弄妆法的能力，但是为了这个自己要做，我们就是做做看。所以真的就没有请任何的书画师啊、化妆师，然后就是那一天自己把礼服穿起来了，然后自己弄了一个包包头，然后妆是自己化的。那我觉得说到这边也都还 OK， 问题就是在于说那个订婚宴说好听是为了说啊，这因为你讲说你去加拿大订婚，好像说的很稀花嘛，稀花啦，稀花嘛，好像是。好像很不错的，但大家都听得很羡慕，说哇，你去加拿大订婚。那实际上是因为我前夫要去加拿大打高尔夫球，那个订婚的日期跟他打高尔夫球是重叠了。他又想要订婚，又想要打高尔夫球，去打球顺便订婚。是，所以他就因为是本来订婚是女台湾习俗是女方家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又想要订婚，又想要打高尔夫球。所以呢，他就来劝说我们跑去这个加拿大办订婚。那我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配合。有时候人，我觉得女生的问题是，女生只要年纪一大哦，就会备受挑战，就会觉得说应该接下来嫁不出去了。好，如果不配合，应该没有下一个男人了。就是会配合，非常奇妙的。好，那想说好啦，就洗脑自己就配合就过去。那配合之后，室内的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他挑的那个场地说什么也是加拿大很有名的打高尔夫球的地方啊，然后呢外面的景也很漂亮，所以我就满心期待说，哎，那不错啊，那虽然是妆法是自己弄，可是我们有好的衣服啊，有好的景，那应该也会有不错的照片。所以你刚刚照片后面有那个假山假水，这个就是在高尔夫球场，这还不是假山假水，那是真山真水，它就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那个外面。对，然后我想说，那至少这么漂亮的景，就是也就可以增色了嘛。我们人没增色，那景就不一样。满心期待要去外面拍这个户外照，而且那天天气非常好，很适合拍照。结果一走出去之后，前夫就拎着那个高尔夫球袋说：“赶快，赶快要去打高尔夫球了。”就勉勉强强，就我都还不好，因为他太赶了，我都还不好意思拜托他帮我多拍一张照片，就拍了那张照片。只那么一张？就我自己一个人拍了那张照片。啊，你没有拍合照？合照是在室内有，户外没有。只要一出了那个场地，他整个人就要飞去打高尔夫球了，所以户外照是没有跟他合照的。现在在台湾，我们都会。都有嘛，但每个人结婚都有那个婚礼摄影嘛，新密当然是标准配备啊，对，都专门找摄影来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我会问你，黄医师，在前夫的心目中，你占几分，然后高尔夫占几分？我大概是0.1分，高尔夫那一万分嘛，比例太悬殊了。是。OK， 这个今天难得邀到光丽啊，光丽啊，你说。这个前夫啊，有一次在讲电话，被你听到其他的女人骂他。对啊，所以我刚才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讲啊，说我的手机啊是一只神奇的手机。那个手机呢，让我听到了他跟小三两个人的通话，所以他15年的出轨外遇就曝光了。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我也不晓得，突然间手机出来这个人名，出来了一个我们从前蓝宝宝麻辣火锅的地址。然后一个行动电话，我马上直觉这是小四的电话，我就打过去了。果不其然，就是小四。那后来讲说他有两个外遇啊，
就是一个小三，一个小四啊。啊，后来呢，那个时候呢，出轨外遇事情曝光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小三跟小四，当他们两个互相知道对方以后呢，吵了一年多啊，吵得不可开交，不是带孩子离家出走呢，就是什么自杀啊，闹得一塌糊涂。后来这个小三呢，他就觉得就是说要分开了，他觉得是他不对还干嘛，他就说他已经无痛的，他要离开了。这蓝文清跟我讲的。那因为出轨外遇事情发生以后，蓝文清他差不多每天呢、会跟我通电话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有一天我们正在讲电话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他对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我想说很奇怪，对方在干嘛？然后就听到一个女人很低沉的那种怒吼：“你跟我在讲电话，你还在这边讲电话。”我想说这什么声音？就听到那个蓝文清说：“你在干什么呀？你把我手机还给我。”我说：“哎，怎么搞的？我们两个讲电话中间会发生这个情况？”哎，过了，又咕哩咕啦，咕哩咕啦，电话就断了，你知道吗？好，电话断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再说，先休息一下。OK， 接广告。